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，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。哥，字不错，但这内容怎么像是从网上抄下来？检查不都差不多吗？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不要，我要你发自内心的写出来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重写。好，还是要手写吗？当然。没问题啊。那你是要行楷、魏碑、小篆还是隶书？字迹工整就可以了。哎，喂！怎么这么快就有新检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公报私仇。私仇？我认识你吗？啊，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随便在路上搭讪找男人要电话的小姐，没想到会在麦谷见面。还成了同事。上次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的，我跟你道歉了还不行吗？我拜托你不要这样公报私仇好不好？我说新同事，我奉劝你在公司要小心做人做事，这样才能在公司立足。哎，又有什么事？上次我跟你借了150块，这次呢我连本带利还你200块，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了。OK。Thanks。哎，喂！我马上就要见到他了。啊！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没事吧？艾利克斯，嗯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上次会议室的时候，你。上次在会议室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写过检查，也反省过了。没关系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曼呢。你好，苏曼。有事找我吗？问卷给你。
谢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曼呢。你好，苏曼。知道吗？他离开学校之后，每次我只要想他，我就会苦练篮球。一年一年过去了，我不敢再想他，也就不敢再碰篮球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啊？放心好了，我苏曼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。篮球一号，我来了！哎，你们看这个点，艾利克斯快到了。嗯，你们俩今天穿的是不是有点低了？就是，嗨，胸都快露出来了。哎，你来了啊！哇，你们今天穿的很辣呀！你还说他们呢？你看看你，就是。哎呦，裙子够短的呀！哎呦，你这也有点低。哎，你们说说，艾利克斯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长得漂亮的呗。哎，艾利克斯来了。艾利克斯早。走。艾利克斯。嗨，早。请用咖啡。谢谢。多少钱？啊？钱？啊，艾利克斯喜欢喝绿茶，尝尝这个。谢谢。嗯，味道不错。他说最近天气比较干燥。桂花配绿茶可以润燥去火，对身体有好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啊，真香啊！这家店很有名啊，可惜太远了。那你喜欢的话，都送你。真的，谢谢了。哎，少帅，咱们走吧。走啊。少帅，少帅，这是苏曼买给你的。
怎么样？现磨的咖啡豆很新鲜，味道不错。是啊，素曼很用心的。他要是把买咖啡的心思分十分之一放到工作上，就更好。谢谢你啊。少帅，总部那边传闻说执行董事的位置已经内定给 Alex 了， Alex 来这边是走一货场，或许总裁已经知道些什么了。内定？脚步才不稳，货场也下不来。哦，少帅，还有全金矿业的代表今天来过了，想让我们公司给他做一个年度的投资计划，但是 Linda 在跟总裁扯皮。为什么？他们公司去年不是有份计划就是 Linda 做的吗？对，正因为 Linda 去年做过这份投资计划，所以今年才不愿意去做。啊？他自己没有去推，他让苏曼把资料送给了总裁，总裁看到资料之后很生气，所以苏曼无端又被骂了。苏曼。少帅，你笑什么呀？这苏曼真是有点意思，这么为难自己，到底是想得到什么？奇葩！我再重申一次，根据总部的要求，公司一年一度的户外生存考验即将开始。今年由我负责，时间定在周末，任何人不得缺席，即使是公司的高层也要参加。记住，谁都不能请假。周末我要加班，你帮我。可是海伦不是才是你？海伦还有别的任务，别忘了，你是支援部的，意思就是什么都要干的部门。各个环节的资料都要准备，对客户、对公司各个部门的整个工作对接也要做出来。哦。另外，我的外卖要记得我只吃那一家。哪家？问海伦吗？陆总，这个周末不是有拓展活动吗？嗯，怎么？所以我啊，对你提醒我了，你去找林总说你请假不能去了。啊！抱歉，我不能送你了，不好意思，公交车站在那边。不是，哎，不是规定大家都要去吗？哎！苏曼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吧，那边太阳那么大，咱们都记得带防晒霜啊。哎，我还戴帽子和太阳镜了呢。哎，你们组的状态很好，篮球比赛知道好啊。那我们一定要让艾利克斯加入。对呀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赢定了。对呀。好啊，走喽。走喽。告成，嗯，所以我明天还可以去参加公司的拓展活动了，可以走了。耶！作为公司的一员，我想我也要参加拓展活动。啊？
通过这次拓展训练，我希望大家对体育运动中的团结、忍耐和坚持有更深刻的认识，把它发挥到你们的工作当中去，把所有员工的潜能都激发出来，使我们这个团队更团结、更有凝聚力、更有拼搏向上的能力。你别去了。为什么？巾帼不让须眉啊，我可以的。男女力度平衡不同，逞强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你刚没看到青春出洋相的样子，你也想弄满脸灰啊？祝贺你，我没有赢，你也没有输，有什么好祝贺的？这条路是我们一起走完的，你不觉得很精彩吗？少帅，少帅，好，合作愉快，加油，合作愉快，近距离接触呢？怎么办？啊，有了！来了来了，篮球又来了！要做人工呼吸。不要呼吸，不要呼吸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真没事啊？真的没事，我刚才看你喝了不少水了。全都出来了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没事就好，下次小心一点啊。既然没事的话，我去看看下一场训练怎么样了。你既然不会水，参加什么游泳项目？
不是捣乱了？这里的夜晚真舒服。一听你就是城里人，我小时候在乡下，已经习惯这样的风景了。真羡慕你啊，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，早已厌倦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。什么？我看你在钢筋水泥里厮杀得很开心吗？工作而已嘛。这么不在意？那全清矿业的案子放手给我做？开玩笑的，别紧张。可惜这杯咖啡我喝过，要不然给你喝一点。工作能像白天一样携手合作，该多好！哪有这么多携手合作？公司无兄弟，办公室没女人，这个社会充满着竞争。慢慢看风景，这里蚊子多。我调查过，原来苏曼的那家财务公司曾经帮全金矿业做过一些项目。哦，我是觉得这个苏曼特别不简单。一个小文员还能翻上天去？我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不如让公司的人事部把他给……看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招。是。人家真有意思哈。你干嘛呢？你最好识趣一点，低级小文员还想出风头，当心不知道怎么死。白天落水了，身体没事吧？坐会儿，坐会儿。哎呀，累死了。没事。累了哈，赶紧坐着吃点东西。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。那就好。谢谢你白天救了我。你应该谢的是少帅。啊？要谢谢谁啊？溺水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，有可能损坏脑细胞。如果你现在脑细胞受损，问题可就严重了。谢谢您的关心，我现在好了。是吗？那我考考你，算一算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。算就算啊。跟你开玩笑呢。
情会过期，只剩下回忆，忘了我爱过你，你却在我疼。